luck. They claim that no one can beat the market, and we're wasting our time. This isn't a real job. We should give up our hobby, they say. But if they only knew that we are the masters of risk, the essence of entrepreneurial spirit, jungle landscapes. We trade the currency you circulate when you shop. We trade the companies you work for each day. We trade the gold on the watch on your wrist. While you wilt at the sight to rebound from our losses. Those are our defining moments. Discipline and self-awareness are our companions. We are what you always wished you could be. And we're coming out of the shadows.各位，大家来测试一下图像和声音是不是清楚，可以听得到吗？可以听得到声音吗？在今天的时候，我们看到啊，有一些重要的。消息会公布，有一些重的时候呢，可能会一些比较大的这个行情，包括我们看到刚才行情走的过程当中呢，英镑在这边呢冲了有30多点，美元也是从高位向下，黄金开始走双顶行情，双顶去测试，一各个场呢它是分别在走它运行的结构。那最近几天有几个事件值得大家去关注啊。第一个情况呢，会是第一个这是一个事件。那第二个事件呢，我们会看到在中间有欧洲央行公布利率决议，这是我们中英国这个国家里也是最近经常会大选，所以几个事件在交织的过程中，可能会走出一波拉动的行情啊。那这些都是我们都没有走这种。单独的走势都没有走出单独的，这种比较单纯的运行，而是说都在一种说哪个货币稍稍走得强一些，我觉得在中间纽币算是走得比较强一些的这个货币啊，纽币是走得稍微强一些的啊，这个币种啊稍微强一些的，好，这是我们看天来我们看，今天时间上是。2019年12月10号星期二啊，欧洲盘市场的实战解盘。那今天北京时间，今天我们看到北京时间是5点到6点啊，悉尼时间8点到9点，奥克兰时间10点到11点。那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看到就是最近两天，我非常很多同学这样来回复我，回复的时候我觉得。我和大家是在一起的啊，要不然我会感觉到很孤单啊，就是都是我在讲。好，那谢谢梦梦同学给予的回应。好，那在今天的时候，我们继续说一个话题啊，就是最近一直在，其实我一直说布林带很重要，很有趣，既有趣又重要的一个布林带。移动平均线、格兰比八大法上升与下降这样一节啊，布林带的上升与下降，来看一下布林带如何在行情当中运行，如何去指导我们的交易啊。调出来啊，那我们看到黄金还是走得比较凶，回落下加载一个布林带啊。那布林带比较合适去用在，Hello，中国同学，成都同学。感觉有点卡吗？女神与我同在，我孤单摸得着、感受得、闻得到香气、看得到容颜的这种美女，这才叫与我同在啊！
虽然也是读的心经啊，蛮像是有某种诱惑的啊，就是人世间有很多很多的用啊。卡的话我换成手机了，我换秒钟断一下，我开上 4G 网络啊。好，那这下好一点吗？各位亲爱的同学们，这下好一点吗？好点没？应该好一点了，对吧？应该好一点了，用网络了，应该好一点了。之后换一个吧。好，那在中间我们看到，布林带有收敛和打开啊，我看看，布林带有收敛和打开啊。那我们在这儿单纯的加上一个。单纯的加上一个布林带啊，单纯的加上一个布林带啊，还是我们看到啊这个好，布林带在走上升的路的时候，这是布林带在30分钟图上啊，这布林带在30分钟图上，这是我们看到所谓的在中间布林带在走上升和下降通道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布林带它有时候会产生出一些斜率啊，一些斜率，这些斜率是有上升的斜率，有下降的斜率，啊，就好像说，如果几条布林带呈现出这样的形式往下走，啊，分别是上轨、中轨和内轨，那在这种情况下，它的价格走势呢就会在下轨和中轨之间来回的动，它不会跑到上轨去。就在下轨和中轨之间上下的动，而不会跑到上轨去，就在我画的这个区间里面啊，这样来回的动啊，不跑到上轨当中去啊，不跑到上轨当中去。那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图形啊，来回在这边去走。那包括我们说就是昨天我们说的是有收敛和打开嘛，像现在美元对日币就是收敛啊，收敛的时候它就是破位往下做，或者破位往上做，或者是极限位置反做。那当它成为通道型整理啊，当它成为通道，就是一组行情呈现出连续的上涨通道或者下降通道的时候，那它就我们找一段这个合适的通道啊，找一段这种通道型上涨啊，好，当它走这种上行通道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一段行情啊，从上到下这一段行情，我们看到它涨上去回到中间，再涨上去再回到中间，再涨上去再回破位之后呢，行情形成反转，所以在布林带再去运行的过程当中，布林带再去运行的过程当中，我们说它在动的时候啊，它在动的时候呢，它形成了这种盘整的格局，就是这种一波一波一波的一波一波的这种往上走啊，一波一波一波跳的这个往上走的行情，每次回来的这个支撑位置会是布林带的中轨啊，它是在布林带的中轨位置上进行一个调整啊，我们就以30分钟图上就以这些图来做一些实战的。判断啊，就做一些实战的判断。首先，先就是去判断，当你用布林带来去做单的时候啊，首先先判断它是否有趋势啊，是否有趋势。我们在日内交易的时候，趋势由它左边第一个有趋势的一天所决定，就是你看这个一天的，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每天的分界线去隔出来。啊，每天的分界线去隔出来，好，这一天唰唰唰往下走，形成一个有趋势的行情。然后昨天有趋势吗？昨天没趋势啊，昨天没趋势。今天有趋势吗？今天还包含在昨天之内，所以昨天没趋势，今天也没趋势。前天有趋势吗？前天有趋势。所以你判断最左边第一根有趋势的这根 K 线，找到这根 K 线。啊，找到这根 K 线，就以它作为交易的方向来去啊，来去做这个做交易啊。那我们来看到整体上啊，这个图形往下走啊，这是
那就形成了这样的一组啊，这个格啊，这个格。那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布林带在中间的使用啊，中间我们去掉一些。啊，去掉一些，我们现在是布林带啊，布林带，然后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目前这个图形。来看一下目前这个图形的黄金。黄金在这儿走的时候呢，我们注意到它这里，回调的位置啊，在中间有回调的幅度。那底下这是布林带在走啊，布林带走。现在的布林带的值是33啊，这个布林带的值呢是，布林带的值是33，三倍乖离啊。所以一般情况下，三倍乖离是非常大的一个乖离啊，20.3。啊，这是比较大的乖离。那一般情况下，如果走到33，其实它形成这种反转的这种可能性呢，其实是非常大的。那中间有可能在这儿就形成一波这个往下走的这个趋势。那如果在这儿不往下走呢，它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因为最近的这个图形的走势啊，它走的比较反复啊，比较反复。我们看到有一波上涨。从下轨走到上轨，然后再从上轨走到下轨，再从下轨走到上轨。注意，当布林带这样走的时候，表明这个图形无趋势啊！你一定记住，就是当布林带走这种通道整理的时候，表明布林带无趋势，它就进入到我们昨天的那种走势，昨天我们说的那个走势当中。昨天我们说这个走势的叫做它的收敛与打开。那当它走这种宽幅盘整的时候，其实都是某种程度的这个收敛啊，某种程度的这个收敛。然后它上边的阻力带呢，我们看到有几个阻力带。第一个，我们看到382的阻力带，我们看到50的阻力带。所以今天黄金啊，如果说就单就技术面走势而言啊，单纯就技术面走势而言，我觉得它是偏空的，涨上来偏空啊，中间形成的这种。啊，这种压制力的作用呢，它是在这个地方呢，会形成一些压制力的作用。那然后在布林带这个层面上，啊，在布林带层面上，今天我们是讲的这个其实这个图形是更像是昨天那个图形啊，就是震荡的那个图形。如果是布林带走这种倾斜型的通道，它的那个结构是这样的啊，我给大家画一下。如果它走通道型整理啊，当布林带走这种上涨通道的时候啊，当它走上涨通道的时候，它的这个格局呢，这个行情它是怎么走的？它的走势呢，它就在这个之间啊，它不会走到。太歪了啊！它会这样走，反过来，当它走这个下行走势的时候，当它走这种下行走势的时候，又会到当中。啊，我说的轨道当中的意思就是，它会走到在围绕着下轨进行一个整理。它是这样走的，啊，它这样走，所以这是我们在。布林带这个层面上，它走法会水平的，就是水平案例，而且是在整体下跌的趋势当中，它水平往下走，所以布林带在这个结构上是有相当的好啊。
瘦肉精同学说，在奥克兰不卡，为啥回悉尼卡吗？是山火的影响吗？各位同学，你们知道吗？悉尼在发山火，奥克兰呢？现在今天我刚走，然后在发火山，我操！悉尼在发山火，大家去看看啊！奥克兰呢在发火山啊，山火厉害还是火山厉害？好了，今天悉尼市区里边号称能见度20啊，这是我到悉尼10多年来。这是第二次看到有这种情况啊！第一次是有一年也是发这个山火，然后空气中就是蓝汪汪的一片，雾蒙蒙，蓝汪汪一片，但是只持续了一天啊！今天这次的时候，持续的时间持续的非常长，持续的非常长，持续了有好长好长时间了啊，好长好长时间。好长好长时间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黄金的图形啊，黄金的图形，布林带在这边上下运行。好，那在今天的时候，我们说，本周啊，就是如果说有这个美联储。英国选举，这都是中间的一些重点啊，一些重点，还有就是，火山，我的。然后这是也是很非常非常神奇啊！澳洲山火、新西兰火山啊，给你们摆成个红颜色吧！我操，这两个地方完蛋了啊！好，这是我们看到它这周那行情在走的时候，我们说这是一些影响行情的这些内容啊。那黄金呢？我觉得中间几种可能了，一种可能它再往上走一个，就是继续盘整，回归到我们说的，68和618和50的这个位置上也是有可能的，就是走到这儿这个区间也可能，就是再回到这个盘整区间，就是这个大型阴线的内部的时候也是有可能的啊，也是有可能的这个。啊，这个位置啊，也是有可能走到这儿的，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它的这个走势的状况。黄金，我觉得还是稍稍在目前是单纯就技术面上，还是稍稍有些偏空的啊，看看它后续怎么走。好，这是我们看到它啊，然后我们再进入到各个货币的内部，然后来看一下它货币的走势啊。有同学问到英镑能空吗？啊，我觉得技术面上空空英镑还是可以的啊，就是短线上，然后来这边去空一下英镑还是可以的。那短线上、技术面上，在这个位置上去空一些英镑也是可以的。英镑，当然，英镑最主要的，它是日线图在这儿。英镑呢走到一个相对的高点啊，走到相对的高点，那日内英镑稍微有一些窄幅的这个压制的作用出现啊，稍微有些压制的作用在这儿出现，连续几天4小时图呢，在这个位置上震荡上不上去，就是包括上周啊，英镑很神奇，美元强，英镑也强，然后来这边点啊，连续点刺几次，连续几次几次，那。我觉得它中间在这个上边呢，有可能会触及到1.31亿级的
位置上，汇价可能再度启动，目标往下走一些。就是目前这个结构，在上周英镑从1.2几一直穿到 1.31， 越过 1.3 的关键关卡价位。来看一下镑的四小时图。我们把它回归到 M 模板当中啊，但 M 模板本身模板上，我觉得一定会是推荐英镑是多的啊，就是逢低买入，逢低买入。但是在最近的时候，英镑连续去触及到这个高点，连续去触及到这个高点，今天又点刺到这儿啊，我觉得英镑有可能会产生出一单的空单，当然。这个空单呢，并不是一个，这个空单呢，并不是一个，它并不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咋说呢？并不是一个顺势的交易啊，并不是一个顺势的空单，而是在这个位置上，确实是碰到阻力形成的一个空单。碰到阻力形成的这个空单，暂时我觉得这个图形，暂时我觉得图形也还可以啊，就是这是个注意，这是日内短线单啊，它还没有完全确定。那比如说，我们说最近几天的低点跑到哪了？1.3332，这个位置下破之后呢，那局部的顶端就建立起来了，向下的穗形也出现了，日 K 线上面的这些反转结构也出现了，包括我们说你的那个 K 模板啊，大家就是这个 K365 模板也会形成一个结构啊。现在我们注意到，背离已经出现了，而且出现了一种价格很高。上边形成这种，价格很高，然后它往下走的这个样子，然后底部呢，我们注意到。它内部的环境在往下走啊，连续几个都是指标都往下走，所以在最近几天，如果破位啊，如果它破下来的位置的话，就很可能形成一个空单。当然，很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它在最近几天的时候，英国会有它的大选行情，这也是中间特别重要的一个行情，就是如果它大选。如果他大选，那情况呢就会有一些不利啊。大选之前，一般行情呢都不是一个就不是一个有利的行情。就大选本身是一般情况下是打压本币的啊，一般情况下是打压本币的啊。这是我们看到的英镑，所以我觉得在目前的状况下，镑本身相对偏空了。指标上，这个当镑偏空的时候，你就可以拿这个类似像这个 B 模板，就是这样去做它啊，做这个镑四小时或者，你看啊，它中间四小时图包括日线图冲到三这个位置上的时候，空一波也可以啊，区间大概二三十点啊，二三十点冲上来，你做的时候你注意，你进入到这个。三区啊，正三区，你就可以开始做了啊！就在这个小标识的这个附近，这些区域当中，这就是可以做了。现在的英镑在收敛啊，走到下方，这些位置，
未必在这儿去做多，因为有可能走破位啊，有可能在这儿走破位，1.313几有可能在这儿走破位，不做它。但是如果上去的话，往下做也还可以的啊，这个图我觉得也还可以的，这个图也不差啊，也可以的。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图形啊，还在继续往下走啊，会跑一跑啊，想做的同学就做一单啊，也可以。短线上，中间跑个十来点，我觉得也可以啊。刚才这一瞬间跑了有20点啊，守到高点往下做啊，可以的。欧元对美元啊，欧元对美元，我们注意到，欧美我觉得在这儿的往下空也可以啊。欧美现在是小时图上正好刚才点了一下啊，昨天双顶我点一下，我觉得欧美在这儿也可以啊。我再做一个日内的短单啊，我觉得短线上正在往下空啊。这些短单我一直说大家不一定要跟啊，因为它中间它的这个止盈止损的点数都比较小啊，止盈止损的点数都比较小。它是比较适合快进快出，要有一些手段，然后才合适去做这个单啊。往下跑几点呢？跑上大概十来点，或者说在课堂的范围内啊，课堂的范围内跑上12点，拿出500澳币啊，也可以了啊。就是那跑出12点，拿出500澳币了，那就代表我们在这个上课当中了，就弄了有3000人民币啊，500澳币没有了，500澳币2500人民币啊。当然在这个时候你所去看到的也是一个震荡啊，这是我们看到的欧元啊，现在开始赚到200就走人啊，我们争取这上课当中给大家带一些短单啊，就是做一些这个单，帮助大家啊，其实有单的时候也是如果是有单的这些人，这个单大家这个自己看啊，自己看，我不在这儿在喊这个群，这个不在喊单群里边去公布这个单了，因为它不稳定，而且手数比较大，不稳定啊。好，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它啊，那英镑呢？我看到英镑呢在中间走了一些反弹，就是走到高点，然后冲下来啊。然后这个模板是这样的，然后 B 模板，短线上还是相对来说还是震荡啊，就是日内交易的时候，实际上是不没有走出反转行情啊。日内交易的时候，其实还是偏多的。日内交易的时候，还是偏多的啊。这是我们看到的它啊，英镑、纽币，依次来看一下啊。纽币今天往下走，纽币实际上是这些货币当中相对走的强的啊。那暂时纽币可能没有入场的时机，但是随着它调整之后，我觉得纽币呢可能会再走一波行情。看镑现在穿出了趋势线，我们在中间呢把它叫做飘出啊，叫做飘出。数据公布了一下啊，刚才预期零啊14飘出啊飘出来了呢，有可能就会往空走一些啊，空的位置和现在的价格距离大约是在30点左右。英国的 GDP 同比增长0.7，10年
一二年以来最低啊。那英镑现在它的数据是播报的不好的啊，所以英镑现在大家要注意一些啊，数据公布的英镑的数据不太好啊，不知道它配合到这些消息当中会不会出现一些闪崩行情啊？镑是非常有可能闪崩的，而且，国际金融市场做镑的闪崩的这种意愿，要比做欧元闪崩的意愿要强得多100倍啊！因为欧元它的体量大，涉及到的这种交易的复杂程度要比镑要复杂得多。镑比较小啊，所以操纵镑要比操纵欧元要容易得多，体量也大。就是欧元的体量也大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它。把眼镜擦一擦。好，这是我们看到的它啊，英镑暂时先摆在这里。小厨看一下镑系的交叉盘啊，我们来一起看一下镑系的交叉盘。英镑对日币。还在中间啊，上下震荡盘整，没有走出特别的行情，还在中间盘整啊。英镑对纽币重新到二啊，英镑对纽币重新到二，弹得比较高。大选哪天了？是双十二啊，双十二，美瑞又下来了，能加仓吗？我美瑞现在我自己的仓位足够了啊，不加了，我自己有五六个仓位了，2万的账户，五六个仓位啊！我们有同学做的非常的凶悍啊，我们新西兰有好多同学做的非常的凶悍，2万美金、3万美金做的14-5手啊，14-5手啊。棒在这儿呢，美瑞呢在这边去等一等啊，我觉得美瑞还有机会啊，美瑞还有机会，稍微等一下美瑞，稍稍等一下美瑞啊，等他走出一个反弹或者反转啊，中间去入一场啊，没关系啊，不要紧。英镑啊，英国的大选，英国的大选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啊，这是我们的美国的非农网站。我觉得中间啊，各位同学，你们要是如果说看这个大选的话啊，一般情况下BBC 是一个很好的网站啊，英国啊有很多非常好的这些网站啊，来我们看一下这家公司，来看一下这家公司，英国广播公司 BBC 应该是 British Broadcast Company 啊。BBC Radio 啊，这个它英国广播公司，英国独立运作的公共媒体，资源主要来自于英国国民所交纳的电视牌照费用啊。它中间就是这个 BBC 它的这种公众的这种，就是它的媒体的立场是非常的强，就是新闻忠于事实的这种东西呢是非常强的。那我们进入到它的。来看一下啊，BBC 来看一下，就是中间如果我们要去研究或看这它的话呢，那中间这些网站我觉得是挺好的，BBC 的网站啊，还有就是路透啊，今天早上的时候在新西兰啊，也是一位这个从业人员他问我看哪个，我觉得彭博、路透啊，BBC 那么这网站非常好，新西兰的这位早晨的这位投资人呢就是。他只会一点点中文啊，所以跟他沟通了还中标志去看。各位同学，你可以看到中文吗？你们能看 BBC 的吗？A Prime Minister question must asked about。这么，新西兰 PM 就是新西兰加斯发火山了，所以 Kevin 老师今天从一个发火山的地方跑到了一个发山火的地方。
你们听得清楚吗？我觉得可能不能用这个360去打开它，360打开英国的网站了，打得我自己都卡了，我把它退了，把它退出去。不仅大家觉得什么，我自己都觉得有些卡顿了。你们看得清楚吗？对对对，我觉得你们会现在觉得有些卡，我自己都觉得有些卡，我自己这儿都碰到一些问题。应该不卡了，对吗？现在还卡吗？卡了。好，这是我们看到的啊，就是刚才我给大家说的英国的网站啊，BBC 的网站是个非常好的网站。那么大家如果不看 BBC 的话，也可以看中文网站，也都不错的啊。这它上面有 BBC 中文。啊，有 BBC 中文也可以。哎，我现在是我的电脑卡啊，感觉是。我们现在来看的这个图形，我们现在来看，今天很多新人来去到。我们的这个能的进入到中进来之后，好来啊，别中间默无闻，一定要把问题要问关掉，感觉到电脑是非常的神奇，关掉。关掉它啊！那我们说，有的人问到说，为啥奥克兰不卡，回到悉尼就卡了？这不谁知道啊？这是奥克兰真的是。然后有的人说，老师的表情和声音不在一个节奏上啊，有毒啊，断断续续有些卡。现在应该稍微好一些了啊，我把视频先关一下。那。英镑在最近几天的时候，我觉得中间，英镑本几天的时候，如果它上下动的话，我觉得它是相对会有一些偏空的啊，涨上来然后去空下去，做的保守一点呢，那你就在，你做的保守一点的话，你就在高位上然后去空一下。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行情呢，从四级啊，又跑了十来点冲上来，这中间还会有这么，有这么十来点的获利的空间啊，在这儿，如果有想交易短线单的，想交易短线单的，然后就在这儿可以去做一些短空的这些单。啊，做一些短空的单啊，从六二然后往下做啊，六二开始往下做，在这个位置上。现在是反弹上来了，从底端然后往上跑了有一个七八点15点啊，跑了个15点啊，英镑现在在上下震荡啊，没有特别的行情，上下震荡震荡，没有特别的行情。澳币在最近的时候，澳币我们看一下啊，澳币昨天我们破位空啊，现在澳币了已经形成了破位的行情，啊，已经破空破下去了。我觉得澳币在中间了，还可以继续去做啊，去继续去做这个图，必须去做这个图。我们在做的时候。这个图形，
往下跑了七到八个点啊，往下跑了七到八个点，破位的距离还不算特别远啊，但是这个已经算是破位了，这个图形已经算是破位了。那破位的目标是底端啊，底端下来之后呢，到六七八六的时候，就再往下走一些的时候，那我们做 limit buy，然后再 buy 上去。所以现在这个行情还在这个上下的波动当中，我个人觉得这个图形啊，可能还继续往下走一些，技术面指引澳币还是继续往下走的。15分钟图看一看啊，15分钟图我们看到在今天的时候的图形，我想请问各位同学啊，如果以布林带，那天给大家交流上出在哪？如果做这波行情已经走了20多点，跑了，也是0%，应该止盈应该放在哪里？有印象吗？给你交掉了，还是现在还是搞不清楚，搞不清楚那就不叫给你鱼了啊。那我们说，找到第一根与22不相交的这个。等待我们的标准出场点出现，现在还没出现啊，截止目前还没有出现啊，所以纽币今天往下走，纽币是相对偏趋势的行情。30分钟图上，纽币可能会走出一波调整行情啊，看看它事后怎么走了。现在暂时上纽币现在在走这个。调整行情啊，上下震荡没有特别注意。我那天说了双十二啊，双十二是它的选举日啊，选举日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比较大的这个行情会出现。然后美元对加币啊，美元对加币，美元对加币暂时上，我们看到美元对加币倒是可以在高位上去。瑞士法啊，美元对瑞士法郎整体上还是一个宽幅盘整的一个图形啊，仍然是宽幅盘整，也没有走破位行情啊，也没有破位。下边的这个位置呢，啊，美瑞下边的位置是在85，如果它跌破9830这些位置的时候，股指方面，啊，原油在高位震荡啊，行情不明朗啊，原油在高位，我们没有再过多的去切入原油啊。然后在今天 A 股的当中啊，A 股现在走到前期资主互换位置，就是在这儿啊，13700多少啊？今天在这个位置上，下跌盘整一个双 K 反转之逢高做空了 A 股，我们保留原有的空单，还有一个啊，在这边去加一个空单也可以，把 A 股的空单加上一个也可以啊。注意，我们这个 A 股的空单这一个是代表。0.1啊，并不是完整的一手，这是 A 股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美股啊，美股在最近时候走出一个大阴线往下走，然后标普 SP500 还没破位啊，SP500 重新上来。点到这个高点，现在美国啊又在多空双方的剧烈的焦灼，上方的主力位就是这个SP500 的就是3158，现在前一段时间走到最低的是3070，来这边走这个顶部的确认行情。现在美股也非常微妙啊，就是走了很多人啊，在中间就是报道啊，就是这个，美股有可能这种现象叫什么？
这种线性叫什么？它叫垂直线啊。那这个线型如果放在波段的底端叫碳水杆，就它在底就是下降行情的底端，它是碳水杆，是往上反转的。但是如果这个线型在这个波段的顶端，它是具备有弱反转性质的，就这个图形本身是具备弱反转性质，往哪儿反转的？往下反转的。如果它是在底端，它也有反转性质，它是强反转，是往上反转的。所以这个线一个上涨的波段底，然后画一个下跌的波段，下跌的波段在底端了画一个碳水杆，然后上涨的顶端了也画一个同样的这种，我们把它叫做掉线的线型，画一个掉线线型，它分别在底端和顶端画一个掉线，那同时标注出来，告诉自己，顶端的掉线和底端的掉线它是完全不一样的，都是反转，但是底端掉线叫碳水杆，反转的方向是朝上的，顶端叫锤子，反转的方向是朝下的。A50 有同学问到止损在哪里了？止损，先跑一跑吧。如果一手一手的做，我觉得先跑一跑，看一看啊。如果做的仓位不大的话，先跑一跑也可以。所谓先跑一跑，就是让它，你明天止损也可以。就是你仓位不大的，你就因为一天行情跑不出多远嘛。这是 A50， 那我自己原来在高位上也空过 A 股的50指数。在这里啊 ，A50。11月11号空的 A50 啊，空的走了有这个417块钱啊，空的位置是 1.4021 啊，现在的位置呢是在这个13728点，在这个位置上。对，所以它，我觉得，止损只在这个日 K 线的顶端也可以啊，周 K 线顶端也可以，设一个更远一点的止损也可以啊，100点左右的止损，给一个100点左右的止损。对，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行情。好，给大家一些时间来提问题啊，看看有什么问题。今天我们讲交叉盘的不多，最新建立的单里边，交叉盘当中有瑞士法郎对日币啊，这个行情的跑，跑的现在又稍微有些亏损。之前我记得它还盈利的啊，现在又跑的稍微一些亏损，怎么就没止盈走了呢？蹦蹦跳跳的啊，瑞郎和日币啊，在反弹朝上啊，不管它，给大家一些提问题的时间啊。随后的时间里边啊，当然你们在上面打问题了啊，你们在上面打问题。那随后的时间呢，在圣诞节假期的时候，我大致是这样安排的：圣诞节假期的时候，我们澳洲可能会停几天解盘啊，直接包括因为这几天在3112啊，这几天3112仅为期3天的3天2夜啊密训。那在这次的三天两夜密训当中，会有我们中国股票市场有非常大的交易量啊，也有在会和大家见面。另外还有就是这次我们也有中信的这个中信江苏啊，中信到了拆分出来啊，中信期货的江苏部老大啊，然后来给大家去
去讲讲他也是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个业内的资深的这种交易的体量，我觉得应该是比好多我们在做的这些投资人交易的体量都大得多啊，应该是在千万到亿之间的这种小账户，千万到亿在就是给我们刚还有就是量化系统方面的讲座的时候，可以参加的人都是500万投资额以上的啊，这种就是你账户的交易的本金，然后中间的投资人会见到啊，会就是说这个又有业就是中信是全国最大的这种，看一下大家，有同学说今天的黄金比较微妙。0.5 的可以控止损动作，我觉得并不特别合适啊，在这0.5卖下来做一个30/30的止盈值30或者30/30是特别好，但是也并不是特别好，但是也还可以的一个单了，就这些单可做可不做，并不完全说是这个单都是些那种机会特别好的单啊，他们因为他位置没关系，我们在这个路